呀，你这喝多少酒啊？啊，一点，没事。你怎么又出去喝酒去了啊？二米粒不是不让你喝酒吗？跟我媳妇儿的口气是一模一样。我是个男人，我是个做生意的男人，我们公司这么多人谁养？行，你有理啊。二米怀孕了，她最烦你喝酒。你说你喝成这样，你怎么回去？不回去了。你不回？为什么回去？我就今天就睡在这儿。大姐夫，你就给我拿床被子来，我今天就睡这儿了。哎，冻死我吧！我媳妇儿没人爱我呀！哎呀，你大老爷们，你别哭行不行啊？没人管我了。哎，大姐夫，从你这一声叹息当中，我听出来，你肯定有好办法了。你这样吧，你就说，是我让你喝的酒。你为什么让我喝酒？哎呀，我们物业不是最近招商吗？对吧？我得请人家客户吃饭呢，我又不能喝酒，我就把你请去了。你就跟二米这么说就行了。我回家这么说，他能信吗？你那么说，他当然不信了。我说他就信。因为我是咱们家正义的代言人，我是轻易不骗人。我要是一骗，那一骗骗一骗。那你是个大骗子呀！不是为了你吗？不是啊，大姐夫啊，我说咱俩一块儿去喝酒去了啊，我都喝成这样了，你一点都没喝，他们谁信呢？哎，你这倒是啊，那我也没有酒啊，我也不喝酒啊，我有啊，大姐夫啊，我这是喝剩下的两瓶，这不多了哦，你来吧，不行，我沾酒就醉，我喝不了，没让你喝。啊！你就放嘴里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，就往脸上身上打点不就行了吗？那行，我跟你说贵着呢啊！多少钱呢？这瓶白的1000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瓶红的好几千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这不行，这太贵了，这我不舍得动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快点，咱回家，这几点了都。不行，这样，我这活还没干完呢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呢喝点酒，缓缓劲儿，完了以后我就回去了，好吧？那你可千万等我死之前一定得到家呀、啊！放心，你活不了。我什么活不了？不是，我回去怎么说呀、啊？你看我这脸、哎。你死不了。你这样啊，你回去以后啊，你就装醉，啥都别说。对啊，我觉得太好了啊！我就装醉，什么都不说。我明白，装醉我最会了。别闹啊！让我逃不了我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这家伙这一瓶1000呐，这家伙这一口还不得100呀、啊？这家伙，舍不得吐，太贵了。哎呀，就是有点辣，我拿这个试试。来，喝吧，给我。哎呀，谢谢大姐。干啥？没放盐呢。哦，对了，家里没盐了，那顺丰买盐去了。不是，钱顺丰上哪儿买盐去了？他是买盐还给我生盐去了？是不是我早上出单再没回来呀？那肯定又偷着出去喝酒去了。那不能，他要喝酒还敢回家吗？那倒是，我得踢死他。我回来了。你上哪儿买盐去了？老远老远的，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是不是喝酒了？对，喝酒了，怎么的？哎，你还敢喝酒是吧？哎呀，哎，你给我起来，别给我装死！哎，你起来，大姐，她以前她不敢这样的，现在喝完酒竟然敢跟我这样的。对，你说她是不是不害我了？哎呀，别着急啊，她爱不爱你，你问问她呀。她都喝那死样，我咋问呢？这趁她喝酒，你问问她酒后吐真言吗？小胖子，你挺尖的。钱总啊，你最爱的女人是二米粒儿不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。你干啥呀？拖行，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。别，人电视剧里是凉水，你这热水。他不怕开水烫。下雨了，收衣服啊！收什么衣服？那个钱总，我问你，你最爱的女人是二米粒儿不？对，就是我们家二米粒儿。那她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她不是个人。啥？
她就是个仙女。仙女、啊？她就是月亮上的嫦娥。嫦娥呀！哎、那我问你，嗯，大米粒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大米粒？你认识大米粒啊？啊，大米粒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嫦娥身边的兔子。叫什么叫？你这个嫦娥，你看把你这兔子养的怎么那么肥？说谁兔子呢？你看你长得像个二师兄似的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就是嫉妒。二师兄怎么的了？二师兄就是爱嫦娥，是不？哎，服务员，你离我远点。啊？只有我们家亲爱的二米粒才能跟我那么亲近。啊，好的。听说你们家二米粒啊，特别爱花钱，还特别败家。你喜欢的什么呀？女人不败家，男人挣钱给谁花？那他还不爱干活、啊、干什么活？嫦娥要是干活的话，那只肥兔子干什么？我们家二米粒就负责貌美如花，我们家大姐那就负责勤俭持家。听见了吗，大姐？原来我在她心目中还真不是个人，我就是个神呢、啊、神经病。哎，那神不让你去喝酒，你跟谁喝去了？对呀、哎、二米怀孕了不在家好好陪着，你看你喝那熊样、嗯、大肥兔子，闭上你的三角嘴。你还我告诉你，我大姐夫你也不认识。大姐夫哭着跪着求着我喝的、啊、不对，他滴酒不沾。就是因为他滴酒不沾，物业谈了一笔生意，他叫我去喝的。啊，那你没撒谎吧？我撒什么谎啊？我还不回来，你差不多了，不信你看。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你娘上去了？精神焕发。我给你再两瓶酒，你是不是都喝了？没喝。我答上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拜托你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办好啊！谢谢钱春风同志。你看，你看，代表物业谢谢钱春风同志。哎哎，谢谢你，不是他，谢谢你，爱你爱你，我爱你。看来我们的钱春风还真是助人为乐去了。哎，大姐、啊，我觉得我大姐我喝多了挺可爱的。你把你刚才教我那招，你用上，你用上。对呀，她从来不喝酒，太好了。我问问她。赵经理，我问你，你最爱的女人是不是大米粒儿啊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。哎哎，这还装死呢。下雨了，物业送衣服。你先别着急送衣服，你听着，我问你啊，你最爱的女人是谁？张秀芬。张秀芬、哎、这还真是酒后吐真言啊，怎么出来个张秀芬呢？张秀芬是谁啊？我的妈妈。哎，我问你，除了妈妈，你最爱的女人是谁？那肯定是妞妞呗。回答正确。除了这俩人，你还最爱谁？嗯，大米粒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来呢？你认出我来了？当然。哎，就你这张脸，300米以外我就聚焦了你这个饼。什么饼啊饼啊？我问你，大米粒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大米粒啊，他就不是个人。你看，说我不是人了啊！你看，嫦娥，你看他说我是嫦娥，你看旁边的兔子。哎呀，那个二米粒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呀？嫦娥，你看看，我就是神，一点招都没有。嫦娥中的恨。钱顺风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人啊？不是个东西，上一边去吧你。怎么了？我在你心里那就是个兔子呀。不是一般的兔子，是一个肉兔。什么肉兔啊？你就直接说我肥就得了呗。嗯，肥而不腻。哎呦我的天！你勤劳，善良，内涵美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
我爱你，爱你，就爱你，爱爱爱爱不够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行了，那我问你，那阿尔米蒂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吃货，好吃懒做不干活，人送外号一个大活驴，谁娶她谁完蛋。钱叔叔，你还搁那听呢？他骂你媳妇呢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什么？找到了。找到了，你给我清醒点，你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儿啊！哎呀，光了！哎，你喝多了吗？你没喝，打起来了！别打了，你回去睡觉去吧。不行，还有任务没有完成。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张哥，什么任务啊？好好说啊！钱顺峰让我说的，他出去喝酒了。他喝酒去了？他自己喝的。不对，钱世峰说了，他是替你喝酒去了。钱世峰的话你能相信啊？他骗媳妇的，连我的酒都是他给的啊。那他是不是经常骗他媳妇儿啊？错，他是天天骗。怎么的？是不是要吐啊？酒太贵，不舍得吐。你行了，别不舍得，吐出来就舒服了。赶紧，赵刚子，你把我事儿全都毁了，你，你我祸吧你。媳妇儿，我错了。你行了，钱世芳，我不让你喝酒，我是坑你呢，我是害你呢，是吧？啊，咱俩要这孩子多不容易，你自己知不知道啊？啊，我现在怀孕了，你不好好搁家陪我，你天天出去喝酒去，啊？你说以后你要把身体喝坏了，我跟孩子怎么办？媳妇儿，我今天喝酒真的有原因。你看咱们公司跟人家公司谈那笔买卖已经半年多了，今天人家把字儿给签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我今天喝酒是有成果的，我得，你看这支票都拿回来了，我是不是得谢谢人家呀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跟我撒谎啊？你一天不骗我，你是不是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啊？媳妇儿啊，我这不都是善意的谎言吗？你行啊，钱顺风，你别老给我整什么善意的谎言，咱俩是两口子，能不能有话就跟我实话实说呀？我还能不让你去吗？好的，明天孙总约我去钓鱼，行吗？不行，你不还得陪我去产检去吗？哦，对，后天几个老板约我去打球，行吗？不行，你不还得去取化验单吗？这就是实话实说的结果。不是，你到底喝没喝多呀？啊？就在半梦半醒，你给我上巴拉唱去。你刚才说你爱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我不信。你看我都喝成这样了，俗话说得好，酒后吐真言呢。有道理啊。走，顺风，哎，跟我回屋。干啥？屋里还有两瓶好酒，你再把它打扫了啊，再把它造了。走。怎么着？我还有20个问题要问你。就是问就问吧，干啥要喝酒啊？酒后吐真言嘛。快点。慢点，哎呀，咋样啊？好点没？好多好多了，哎呀，好多好多了，哎呀，哎，顺风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咱俩没进屋了。啊，不行，我得找顺风去。干啥呀？不是，我怕他两口子打起来，我还没完成任务呢。哎呀，刚子，你任务完成的很漂亮，他俩打不起来，可好了。真的呀？啊，真的。俩人没打呀？没有没有。哎呀，我这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酒。亲爱的，我爱你。啊，爱你爱你就爱你，对你爱不完。你喝酒了？我喝什么酒啊，刚子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听你跟我说过这么多好听的话，你还能再跟我说一遍吗？妈呀，我刚才说啥了？我断片了，我都忘了。那我提醒你啊，肥而不腻。你今天炖肉了？炖什么肉啊？哎，听着啊，大肥兔子。你炖的是兔肉啊？哎呀，什么兔肉啊？
刚子，屋里还有半瓶酒，干啥呀？你把它打扫了，我就喜欢你喝完酒的样子，哎，特可爱。不是，酒后吐真言。媳妇儿，我不能喝。哎呀，我喝完难受。